historically, China is very well known for bicycling. And I think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probably a decade or two ago, where the focus went to car culture. And now leaders are realizing that it's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build enough roads for everyone to have a car. And so you need to look at alternative methods. And those alternative methods are like BRT, they're metro, but none of them solve the last mile issue. And that's where bike sharing comes in.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为我们杭州公共自行车也是纳入到杭州公共交通一部分。杭州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那么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同时呢，它也是浙江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677万。杭州公共自行车从08年5月1号投入试运行以来，从最开始的61个点2800辆自行车，这么一个数级，到目前为止，它发展到了2050个服务点。 投放的公共自行车达到了51500辆，那么目前呢，每天的租用量，日均租用量达到了24万人次。那么最高的一天的租用量，我们已经突破了32万。主城区是200到300米之间布点，和郊区的话是300，是500到800米之间布点。租用我们的公共自行车。目前我们的收费标准是一个小时免费，第二个小时是1块钱，第三个小时是2块钱，以后每个小时是3块钱。 It's very integrated with other forms of public transport, like the bus, parking, and the water taxis. 如果说你90分钟以内刚刚用你的顾客卡去刷个公交车的话，那么你骑行公共自行车，你的免费时间从60分钟延长到90分钟。When I go to work in the morning, I first choose the bus, and then I choose this bike. 非常便捷，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杭州堵车非常厉害，所以这个。 很方便，而且非常多的点，在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小区啊、路上啊，都有。I don't think there's anywhere in Hangzhou you could stand for more than a minute or two where you wouldn't have a Hangzhou public bike go past you. 还有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就是像我们一般都是公交车跟公共自行车相结合的。 有几站路了就下车，或租个公共自行车就直接到公司，公司门口就是方比较方便。是的。而且据我们杭州权威的那个调查组织调查啊，我们杭州的公共自行车是目前杭州城市建设过程中满意度最高的一个公共项目。比如说，到少年宫送孩子学习嘛，有的时候还是骑车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停车也是很难的嘛。The public bicycle is more convenient for me. If I take my own bicycle, it's not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from my home to West Lake is very far, about more than 10 kilometers. 而且现在网点非常多，每个小区都有，像我们一个小区就有2个点。第四个方面啊，就是杭州公共自行车现在的点位越来越多了，老百姓也不用再去偷窃我们的自行车啦，因为它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的现在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已经成为了我们杭州整个城市的一种城市假期。 我们的每一个老百姓都非常的爱护它，都舍不得破坏它。那因为电动车出现停，还要被偷，还要考虑要被偷的问题。像自行车就不会被偷了，到哪里锁一段就不用回来了，就是，是吧？没事。杭州公共自行车啊，它是隶属于杭州公交集团下面的一家国有的一家公司。杭州公共自行车主要负责的是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的一些建设，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日常的营运管理。 还有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经营开发这一块。我不是的，我是外地的，我到这来办事儿，有的事儿顺便的到这个西湖来转一下，转一下这个说这个地方租车比较方便，我们就来租一下车，然后骑的就好方便的看一下西湖了。再给安排这样子的，所以说我选择公交和自行车，对对，换成公交车这样比较方便嘛，自行车肯定比。 打车啊，要比打车便宜，要比走路要快，而且它又方便，租用自行车又不需要费用，主要是这一方面。The scale of bike sharing in Hangzhou and in China in general is just completely off the map of what we see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应该说啊，就是杭州公共自行车通过几年的一个运行啊，我们也是发现，就是说，城市公共自行车应该说是整个我们将来每大中心城市。 公共自行车发展，城市交通的一种必然趋势。
我可以就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啊，城市公共自行车一定会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